方，进场的运动员青方来自土耳其，红方是中国队的张梦。双方测试护具，比赛开始。压得不要太紧了，对，到了这里睡觉。好的，非常好的一次推踢。好的，一次李辉的击头有效。是护具出现一些问题。青方教练示意裁判可能护具的头盔和护具的芯片装反了。我看一下录像的回放。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现在非常好。好，比赛开始。哦，三分，可能真的是护具装反，护具的芯片和护头的芯片装反了，可能要测试一下电子护具。
的嘛，他出了很多什么样的机构来飞机，你知道了吧，所以这个空调空调要一定的应该应该应该摆放的话还要不要中间那个保持不行了，明白了吗？下来dur sakin 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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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工作人员给他们的头盔和护具的芯片换了一下。电子护具的技术人员正在给清方土耳其的教练员解释这个护具的问题。
三比零开始了，三比零开始了。好。这个分儿他那个现在那个缺分，这录像的分儿一分完了又记没记啊？你再上分儿，我们这个其他的。刚才因为电子护具的问题，红方减掉六分，重新测试一下电子护具。他的护具测试没有问题。从三比零开始，比赛继续。前方一次击头，后腿的击头有效。前方一个倒地的警告，漂亮！哦，非常好的连续交手，时机很好。还有二十秒。哦，好的，前方一次后退前推得分，对，这局比赛结束，前方再开领先，非常激烈。比赛开始，前方土耳其选手只打一次的进攻，突然的后腿进攻是前方现在想做的。所以对，张梦雨还是要主动去打断他的这个节奏。打断他想要组织进攻的思路。想开始的他一个什么样？好的，
一个侧踢。注意到了，一定要快啊！身体还没正确用，对吧？还有十秒，哦，好的。注意。第二局比赛结束，场上打平。非常关键的一局，比赛开始。对，不要打进去啊！啊！sert daha sert daha işten gelene gelen pozisyonları sertleştir.看好对方的后腿很果断，怎么一手必须要拿好。第四局的比赛11分钟，比赛开始，要注意比赛结束。嗯，红方获胜，红方的腹部有效的点数比青方多，对，所以红方获胜。我们恭喜张梦雨获得金牌，也同时恭喜他获得年底大决赛的入场券。